次的扣子我们是选用这种比较同色的反光扣，然后它是雪纺的面料，下摆的裁切是走这样子的翻开式的这种设计。这件腰果蛮舒服的，它前面做平腰，后面一样做松紧腰给大家，所以拉开的动距一样到 L 号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这件前面的剪裁它是走这样一片式的，你打开也不会走光，因为呢真的差位在旁边之外呢，还有再做一个内里给你。它整件就是这样子散摆的，不会贴身，不会贴臀，就是整个往下坠往下散。然后呢因为它是这种格纹嘛，所以看起来你的肉在哪也是非常的不明确，然后侧边就会呈现一个小小的不规则，我觉得这也是最好看。你看它的格纹带有点千鸟格，所以呢我觉得它在驾驭上完全也不退流行。打开怕走光，里面还有一层安全内，全部都是冰冰凉凉，所以呢这个不用再穿出安全裤了。后面呢完全也不会有什么屁股痕啊，然后或者是内裤痕啊，都不会有，就是这样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非常的好看了。